口罩，帮我拿口罩。我的。你刚刚在上面藏什么东西？给背看嘛。那刚刚我进来看到上面藏东西。啊，椅子这里。他刚刚在上面藏东西啊，哪一处？上面藏什么？藏什么自己讲。你讲，还是会拿下来。藏什么？他藏的。藏啥？不知道。刚刚爬上去，他丢。你们找。他擦鞋子的。我刚擦上去擦鞋子而已。那你们能帮你们吗？有吗？K 啊 ，F， 他的啦，他拿上去藏的。啊，顺便带收扣那个过来。好，收到。长是梁东副校。为了净化选前的治安，本分局在这次全国性扩大临检勤务，将会针对本辖酒店、KTV、棋牌社、博弈店等等汽车旅馆，然后执行扩大临检，还有取缔酒驾的勤务。那针对治安热点，强力的取缔扫荡，净化选前治安。本次我们本分局结合了八德跟龟山分局，协助本分局共同来执行本次的勤务。